好的，我们这场比赛是2017年香港公开赛双公开双打的预赛。画面左边是 Vincent Mok 跟 Albert 香港队的组合，右边是 Kojima Tokuya 跟 Dan Barber， 一个是来自日本，一个来自美国的组合哈。好，现在比数是1-1，双方进行一局七分的比赛。Vincent Mok 前锋拿球，哇，一个脏球。哇，看得出来 Dan Barber 很不服气啊。好， Vincent Mok Tokuya 传球，哇， Tokuya 的传球哦，就有日本人的风味哦，精准哦，精准度是非常高的哦，完成度也很高哦，赛前的准备这个晃动都是完全十分到位哦，剩下的就是决策，这个很好的决策让他拿下了第二分，比数现在来到了2-2。2016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曾经跟 Kojima Tokuya 这位日本小岛独野的选手在美国的 Hall of Fame 美国的名人赛搭档过打比赛，他的传球真的一级棒，没问题，射门的话很棒，射门的话是打点的哦，或是固定假动作哦，但是临时的决策会不好，如果对方的晃动实在是过于随机跟无法没有章法的时候，他大概射门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啊，一个就像Vincent一个大失误，托库亚现在拿到球，我如同我所说的哦，托库亚的传球是在这个Football 上面是没球比赛中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那重点就是在他的射门什么时候能够不要大起大落，持续的有稳定的得分供应哦，是他需要寻求的。好，不过 Dan Barber 打后卫在亚洲，他参加亚洲的比赛他很少打后卫哦，所以他应该也是非常相信我们 Kojima 的前锋能力啊、哦、，Vincent 中排尝试传球，失败，球再拿回来 ，brush up， 球回到了 Albert 的脚下。球回到了 Vincent 的脚下，啊，这个传球完全就被我们 Kojima 给完全猜到了哦，哇，一个快速的变换传墙壁 ，Kojima 尝试前锋 snake。我们来观察那个 Kojima 的 snake 哦，晃动是非常平均跟大，哦，晃的时候的假动作又大又平均哦，速度也稳定，每一下都像出手哦。但是就是因为晃动的越大越平均哦，看起来每一下都像出手，那想要临时改变推或拉的动作的时候，会需要转换的时间比较久，哦，所以他没办法做那种即时、随临时的变换打的角度哦。这时候Dan Barber尝试打了一个原地，没进，看起来非常的懊恼哦。刚刚那个选择很好哦，很有威胁性。Albert 后卫射门，啊，一个没救，一个反弹之后回到了 Vincent 的脚下。Vincent 现在抢下了第三分，双方战成了3-3平手哦。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阿恒，又回来讲解了。哦，很想要问一下阿恒刚刚比赛的感觉哦，身为主办人。已经好几天没碰球了，然后一上场就是比赛，那感觉就很没有暖身了，就是感觉就很疏离的感觉，很陌生啊、哦，很陌生。对对，你刚刚讲评的时候应该也看得到我的传球会有问题，对，还有射门也是刚开始打墙打了好几颗这样子，对，所以中间的时间我又喊了一个 time out， 就让自己调整一下，然后想清楚啊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真的真的，这个。
久没比赛突然比赛的感觉哦，这我也很了解哦，身为主办人就是这样啊。哦，托库亚就是一个失误，一个打到自己墙壁哦。到对口琴马来讲的话，因为我去年在拉斯维加斯有跟他搭档过哦。对，他的射门的问题就是推的那一面时好时坏。哦，有时候会很准，但速度不够快。哦，但或是就整个大家会走中哦，就是歪掉哦。昨天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住酒店，我们是一辆计程车回去的，然后有聊过一下下，就是他其实现在是每年都会去 Las Vegas， 因为他在日本有开那个 cafe 嘛，对，上海 cafe 嘛，他就整段时间都很忙，唯一可以打球打比赛的时间就是去 Las Vegas， 所以他很 enjoy 那个过程，就是这次为什么他会来香港呢？背后有个故事的。就是你看到 Dan Braba 有来香港吗？报名的时候他有找 partner， 找不到。对。但是之前他是在日本打球，然后他就跟Kojima 有协议，就是说这次你过来帮我当 partner， 来香港帮 Dan Braba 当 partner， 那我 Las Vegas 的话我就帮你当 partner。哦，背后就是这个故事。哦，原来是有那个背后的利益输送哦。对的，对的。这也不错啊，其实有机会可以跟不同的选手、不同国家的选手搭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对，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全球不同地方的人可以组一队的感觉有很多的火花。我自己也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别的一些国家的人组一队。对对对，就这种异国风情哦，尤其是跟别的国家的女性组一队哦。嗯。这样会很美好，尤其单身男性的 啊，我们两个都不是单身的。好，现在回到比赛，现在比数来到了4-3 ，Dan Barber 跟 Kojima 暂时领先1分。Vincent 的状况很明显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哦。昨天单打其实说真的就是那个势不可挡哦，除了决赛之外、哦，除了决赛之外。有看到你把那个昨天的决赛的那个比赛的影片上网可以看到了，非常好的形容啊 ，perfect match of 吴明轩，真的是很完美。昨天吴明轩打的单打的时候，对，我们不能说 Vincent 打不好哦，对，但是吴明轩打太好了，打太好了。今天Vincent 就会有一点影响，因为始终他会觉得他的partner 没有打过外面比赛的经验。而且他打比赛经验很少嘛，就有一个心理的负担在里面，对，所以会对他的前锋有压力。他是希望自己可以提升，把整队的这个表现可以提高。好，现在比数4-4平手。哦，说预赛是打一局7分的比赛，如果双方6-6就算平手了哈、哦，所以面对他们的局点，大概都剩3分哦。我们第一次在亚洲的比赛看到 Dan Barber 打后卫哦，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打前锋的角色，都是打前锋的，对。如果6-6平手的话，首先取得6分的那个就优势会很大，对，稳赢。不输了哈，对，稳赢不输。啊 ，Dan Barber 后卫 ，Dan Barber 很少看他打后卫，双打的后卫哦，所以有一些射门的选择或者传球选择还蛮有趣的哦，可以学习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job 哦，整张球桌都歪掉了，回到自己的脚下。这是他的特色。这个特色哈、哦，我觉得香港选手要再多对规则的了解哦。刚刚的传射门让整张球桌拉动，然后自己中排的脚下哦，这个不是 jar 也是干扰了、哦，就是整个都是干扰的行为哦。因为 jar 的意思其中有包含，就是说会不能拉动球桌，拉动球桌晃动或者是影响到球的那个运作。对，就是说好，有些人会讲说，哎，你我的动作又没有让你又没机会接到球，我撞到你的，我又没撞到你的人偶，你怎么可以判我 jar 的定义不是这样子而已哦 ，jar 的定义就是。对对，不然我打球的时候，我把球桌翻过去啊，你也没碰到球杆啊，对，也不行的啊、哦。所以很好的、很清楚的比喻。对，不然我就只把球桌翻了啊，然后我反正最后面没碰到你球杆就好了。哦，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哦。对的。你射完门之后，把球桌拉动，已经拉动了、哦，你就可以
有很有机会可以判价了、哦嗯、只要你的球你造成这个、影响对方的行为，哦、所以、香港选手在这个方面可能太斯文了，或是不知道，可能知道也不想讲，知道不想讲、哦，这样就是损失自己的权益、哦、嗯，尤其是在打那个国际比赛的时候，一分一分咬得很紧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赛果。其实昨天在公开单打决赛的时候，其实我在场边看，我也看到有几个 jar， 那 Vincent 是没有喊的。嗯，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在讲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哦。我是觉得有几个是可以判 jar 的嘛。有，就是射门有一两球是 jar 的。对对对对，但是 Vincent 还是一样，就是是绅士。就不喊。可能他知道，但是不讲，也说不定。对啊，所以当然啦，这种事情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哦，你应该要喊的，要让这个比赛尽量公平啊。然后现在 Vincent 就喊了个暂停，比数还是咬得很紧的，4-4。看到暂停的时候 Kojima 还是持续的在做练球的动作、哦、可以判断的出来 Kojima 在他的 snake 推的部分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哦、所以他在刚刚在射门那个练习的时候都在练习 snake 推的动作、哦、所以有时候这种小细节你可以观察到对手目前什么样的状况出了问题、哦、所以你就可以多放那种空档给他让他去攻击、哦、哇林晨又是一个失误没有进入状况内Albert 后场持球准备射门，Vincent 这个救球救得很好、哦、把球破坏，然后回到自己的中牌，然后顺利的传到前场，双方4-4 ，Vincent 有机会拿下第五分。一个顿点停打原地，然后球回弹到了 Kojima 的脚下。Kojima 现在要解决的是 Snake 推的问题。嗯。啊，推的果然有一些问题啊，一个失误，原本要把球夹起来的。哦、啊，是 Kojima 的推出现的一些状况啊。这个是对 Vincent 跟 Albert 的组合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哇、啊，这个球斜球，啊，打斜的差点有机会啊。内马尔把球停到中间，尝试的原地，一个不好的选择，球回到了 Vincent 前锋的脚下。一个漂亮的进球，让他拿下了第五分。Kojima 传球没问题啊，就会应该会表现得非常的好，就是传球大概十之八九会过、啊。对。比较有耐心，会看得准的时候才会去传，嗯，不会说很快就来球。哇，越哪里有问题往哪里打哦。对，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问题。对 ，Kojima 的 snake 推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的整个手势都在做这个动作。其实说真的，你不要做这个动作给对手看哦，所有人都知道，哇，我的推有问题。好像我刚刚打的那场，我拉的远动有问题，打了两次墙嘛。对，所以我后来就调整。不打那个洞，就打中间的那些小洞。来，狗熊猫把 Snake 的护腕拿掉哦，哦，换了一个，换了绣有日本国旗的，希望来一个日本的神力加持，然后让他 Snake 解决他的问题哦。所以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哦，是哪里有问题，不该脾气那么硬的往哪里走。把你的注意力都拉到那个问题上面，你其他的要阅读球赛的那个注意力就没有了。对。哇，这个打原地啊！所以 Albert 他刚刚的防守就防得很好，就开一个很大的推的洞，他知道你有问题，他就给你看一个很大的洞，对，让你射。这种阅读的能力就很好哦，所以 Albert 也算是有经验的、哦。哇，硬上啊！这球让Vincent 硬上的拿下了第六分。刚刚就是其实Kojima 跟 Dan Brava 有看 Vincent 跟 Albert 打球了，应该有点帮助、啊，但是最后还是在那个
执行的部分，执行部分，执行的部分出现一点问题。阅读部分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没问题的。阅读没问题，然后执行的部分就是没办法。其实说真的，国际马跟 Dembaba 这个组合可以尝试的前锋后卫互换哦。Dembaba 的命中率虽然好像没那么高，但是他会可以持续的有稳定的得分哦。哇，这一球，恭喜 Vincent 一个 lucky shot。对。那他拿下了这场预赛的胜利哦。Dembaba 跟国际马非常的懊恼。但呢，我们的比赛还有复赛，还有几场的比赛，所以在复赛还没完成结束之前哦，你都还有机会可以进到公开的复预赛还没结束之前，还可以进到公开的复赛。那我们更多的2017香港首足球公开赛的现场会持续为大家转播。